家好，我是薛薛，我们今天来踏伐那些跟 baby 讲话就变调的人。Hello。哎、欸，你最近没看那个电影啊？就是那个什么《与神同行》，我觉得很好看呢、欸。有啊，我有看啊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没有好看。好啦，那你最近就是在忙什么、啊？我最近在忙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 baby 打给我。喂 ，baby。没有啊，你在跟我朋友吃那个 Lady M， 对啊 ，Lady M 那个蛋糕，对啊。你明明就按照我的 IG， 你还在那边骗娃娃。你要去吃小火锅，好啊，那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去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吃小火锅吗？你要去吃小火锅吗？我不要去吃，你们自己去吃就好。他不要去吃，对啊，我们去吃就好。好、啊，那你来接我。好 ，baby， 拜拜。你也太恶了，而且他竟然听得懂。怎样啊？他听得懂啊？奇怪。